一個蛋黃250ml 鮮奶兩湯匙糖30g 粟粉拌勻開中火邊煮邊攪煮至冒煙約5分鐘轉細火煮至結約莫是2分鐘左右要煮到這樣的狀態倒入已經掃了油的玻璃碗仔略略撥平那個表面然後放涼冷藏4小時然後用一個薄薄的刮刀油走那個邊圍撬鬆它啦將個刮刀扇入去個底部然後托個膏出來啦